乌邦有写遐拄啊好174页，但是咱已经有讲过啊哈。迄、那个讲到175页，不过即个文咱念一下：宁灭苦集者，唯有一性道；三学八正道，宁入有涅槃。啊，即摆咱来甲看175页。出离生死的一性法，出离生死的一性法，因为伊这个所在讲宁灭苦集者，唯有一性道嘛，哈，宁灭苦集，唯有一性道，所以这段内底讲出离生死的一性法，无两样安尼，不二法就讲无两样，哈，无第二条法义啦，唯有一法安尼。唯有一性的法，哈、哦，所以今来这，咱就应注意听哈。我注重这个八正道的内容，甲咱详细说明。因为这个八正道都一性法嘛，初入去要安怎样带入比较正确？所以这个就是讲正悟真理，由正悟真理来甲讲，有哪叫做无第二条路安尼？所以正悟真理当然是开悟自性，见性成佛，这个是咱今仔日修行的重点安尼。唔过要开悟自性，甲见性成佛的进程，哈、哦，进程哦，一定爱先修八正道安尼。如果若无先修八正道，那么要开悟自性，见性成佛嘛无可能安尼。就伫这个所在，咱先甲咱讲相反的道理。既然要处理生死，爱八正道，那么对乐咧，对乐就是违反八正道，那会对乐六道生死轮回，吼、哦，就是违反八正道。那么既然违反八正道会对乐，那么当然爱遵守八正道。遵守八正道，就会当得到实质的解脱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所在将修行的方法来甲讲，就是讲正悟真理，啊，甲修行的方法有哪相像？最初一定爱修行，那无修行嘛，袂当开悟真理安尼。从修行开始，所以佛陀用种种的办法来引导迄个叫做方便说安尼。佛法有84000法门，迄种种方便说，这头前一千，这前半个月前已经有讲过啊，所以咱今个复习一下，哈、哦。所以轮到出离生死的道体呢，一定袂使离开三学安尼，绝对袂使离开三学。讲，譬如讲三学，唔得戒定慧，对不对？叫做戒学、定学啊，甲慧学嘛。如果那是离开三学，哈、哦，这有几句话给讲。即吼，三学就是正相。如果那是无三学相因相依，那么要求解脱无可能。那无三学哦，所以内底有甲咱讲一句话：无迄个讲无修戒会当成定，无修定会当成慧，无智慧会当解脱啦。安尼，这三句吼最切实。最明确的啊，无修改绝对无定，无定绝对无慧，无智慧的修行者绝对未解脱安尼。这注意记好，唔通讲乌白修，讲我白日也要解脱，无这个道理。所以这个叫做不二法门。无照三法界定慧修，你讲想讲我白日要解脱，无这个道理安尼。哦、但是佛陀佮讲这个道体，因为这个八正道就是道体，伊拢总用八正道讲，所以这个八正道另外一个名叫做八正道分，也是讲八正道支，哈、哦，这就是生性的正道，绝对袂使缺少着这八种的成分安尼。修行的人袂使无正见，袂使无正思维。
未使去无正业、正义、正明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，安尼。修行的人，若离开这个八正道，就是八邪法，必定堕落安尼。哈、哦，但是乌邦遐有写出这个表，这个表就是你真内底搁变过一页，就有这个表啊嘛。一心法，一心法咯，一心。就是伊有分一个戒定慧三学，但是戒定慧三学，伊就是无离开八正道安尼，哈、哦。这个戒定慧，慧有慧的人，就有正见，有慧的人哦。有慧的人就有正思维，有慧的人一定固着这两条，这两条若无固着，就是无智慧。但是什么叫做正见？只要跟咱讲，就是正确的认识，认识正确安尼。啊，认识什么叫正确？咱等一下较详细跟咱讲。应该吼，就是要进入解脱的最基本。譬如讲正思维，就是咱人的心思。一定要正确，安尼。心思若无正确，就等于我亲像啥，无迄个想念正确，这个有差别，吼、哦。来，什么呢？这个正义、正业、正明，这个是牵连到戒，因为这个戒，你若有修戒，这个正义，就是讲话要正确，无正确的话唔通讲，因为无正确的话讲出来就是造恶业啊。听吼，即个在五戒内底嘛是有一个迄落个未使妄语啊，不妄语。即马来，什么叫做正业？即个正业就讲行为，咱每一日的行为，什么行为？哎，咱的身躯有杀盗淫，即个就是无正确。但是无正确，比较换来做健康呢？当然在举止行动一定爱正确啊呢。即个正业。就是正确行为正确，什么叫做正明？正明就是咱每一日的收入经济来源。譬如讲，今仔日我一定爱谋生，谋生我一定要有一个职业，殊荣共享安尼。殊荣共享一定爱正确，殊荣共享的这个谋生若无正确，嘛是叫作业啊。吼、哦，注意记好，无正确的职业千万唔通做。来，这个正精神，这个另外一个名叫做正勤呐，勤快的勤。哦，正勤，因为这个慧啊附带的正精神，定也是附带的正精神哦。那么戒有那附带的正精神，这个正精神就讲我要成智慧，要成定，啊，甲这个戒，当然爱努力。无努力呢，戒定慧袂当固着，所以努力要正确。若是无力无正确，你是浪费生命，甲浪费时间。有个人天天走遐走遐，到底去走啥货，家己也无了解，无智慧就无了解。每日去做啥物代志呢？有正确无正确，伊无智慧就无了解。所以这个努力正确。即马来正念，这个就是属于定。因为定有定的人就有正念，哈、哦，所以想念正确安尼。每天的想念，因为想念甲思维吼，强要类似，但是无啥像，哈、哦。即马来正定，就是安静正确。因为咱今仔日无定，才有讲的无定就无慧。但是定了若唔对，颠倒变成是非果报，安尼有哪唔对？所以定了后，较有一个思维，所以这个禅定的道理，译中文叫做思维修。思维就是定，就是行之妄想了，妄想降伏了，有一个正念，较引出思维的。所以行妄想若无降伏，所起念的拢总叫做妄想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是非。定了靠慧，所以这个正念，这个来到正定，正定就是安静了，真正确安尼来叫好。
搁再一点，如果我讲你若无正见，无正见的话，你就无正定，因为迄个个认识错误，修了唔对，将来你讲我要修禅定，迄就无正定啊。头前才拢圆满，来自然就正定。你有正思维，有正意，有正业，有正明，有正精神，到尾有正念，这个正念就正定啊。所以唔通本末倒置，讲我要修禅定，对这个所在修，啊，这拢无要修。天天给作业，讲我要坐落来，互定定来，通好生活，吼、哦。好、哦，即我确定会甲咱解释，唔是定就会生活的，啊安怎定？唔是坐咧会定，啊爬起就去扑扑跳啊，唔是安尼。有个人坐咧点点啊，等一下就举电话去做生理啊，啊就伫遐起心动念就搁乱起来啊。所以一定爱先有即个正明、正义、正业、正精神，这了圆满，较自然促成正定。所以即个正定吼，唔是坐咧定定，伫日落时中。行住坐卧，拢会达到这种的水准安尼。哈、哦，记咧，因为禅定唔是恶别恶的，人甲咱讲啥话，咱就要坐，坐坐到尾拢出大事安尼。禅定唔是干那坐咧叫做禅定，唔是安尼哈。后来，因为心内底一生在，就是由界定慧成立的，那么在。一生就是讲，你将来要成就自度，这条路一定离不开戒定慧。所以内底有甲咱讲，绝对无迄个无修戒。啊，你讲会定，啊无定会成慧，啊无慧讲要得到解脱。吼、哦，这个记好。咱即卖来说明，什么叫做正见、正思维？这详细甲咱讲，因为这个有一个叫做认识正确、心思正确。啊，要安怎样较正确？这个真重要的代志哈，是甚物叫做正确？所以才有甲咱讲嘛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义、正业，有无？这些背啊哈，来，甚物叫做正见？正见就是认识正确、甲见解正确安尼。那是从修行学佛安尼来甲讲，注意，你一定爱了解甚物叫做世法。啊，甲出世法安尼，你若分无清楚吼，你做甲到尾也是对了。你着爱先认识，我今仔个修行是个修出世法，还是个修在世法？来世要个世法，还是真真正正我个修的是出世法？这个叫做爱有正确的认知，吼、哦，爱有正确的认知哦。这两点立场先徛好去。这两点立场若是站不起呢，还是讲见解无正确啊？安尼来就无好。来，咱即马阁从人事方面来甲咱说明。在资料恁遐无哈？在资料恁遐无？恁即马注意听，人事方面，譬如讲，伫咱人道的生活非常错综甲复杂，记得哦。尤其是一世人到结束。不如意的代志，十项有八九项，吼、哦。可是呢，对你每一工遭遇的代志，你若会当预防，尽量预防。未当预防的话，已经发生啊，你一定爱忍受。因为万项代志拢有牵连伫因果人安尼。不如意的十项有八九项，皆拢有牵连因果。袂使讲，因为你有遇到一挂不幸的代志来困扰到你的心，啊，就来改变到你学佛的意志。这个在人事方面哦，所以有一位有正见的人，那是你本身有正见哦，知影这个事理是相辅相成。哦，因为逆境可以转境，是不是？你若有正见，你就知影嘛。逆境会使转境，唔通讲定定要顺境，因为顺境会对了。顺境你家己若无努力啊，因为顺境是迷人，一定会对了。那是逆境，你会向转境，那安尼话啊，
你会解脱安尼。所以你一定要接受环境的条件，唔通讲因为逆境，啊，你就荒废道业安尼。我先讲安尼，唔知道听有无？还是先过文件的呗？安真白话了哈。注意一生的命运多变，那是变了真歹，你好通家己变啊？因为迄就是要让你转机。好、哦，这个是从人事方面讲的哦。第二，从真理的方面来甲讲，真理、人生和宇宙的关系，你一定要知影。人生和宇宙的关系，你一定要知影。第二，人甲人的中间，你一定要知影。人甲人的关系是同一体性，这点你未使唔知。那唔知呢，你有分别一个人我相啊，那么你就未当修出世法啦。你若有分别这个人甲我这个人我相，你绝对无可能分修出世法。第三，这个人甲动物的关系，人甲万物，你一定有那爱清楚。人甲人是平等性，人甲万物有那平等性，吼、哦，这点要注意哦，这点要注意。即马来现象界的一切物件，无论是色相、事相，拢总是因缘合合的。这个是从真理方面来甲讲的哦。所以这几点的这个问题，你若是有真知正见啊。那么当然你会开悟，你绝对会开悟，真紧就开悟。因为今仔日未开悟，就是执人事，那无就是瞎见误会真理安尼。所以我坦白讲，迄话你若是真真正正，第一，搁再讲哈，你若知现象界一切事物，拢总是因缘和合，人甲人的中间是共生一体。这个就是从真理方面，安尼你真紧就会开悟，因为这个正见就是要促成你开悟，所以这个正见摆伫智慧里，我帮遐写摆伫智慧嘛，哈，好，这点注意哦。那么第二呢，叫做正思维，这个思维就讲心思健康。啥物叫做心思健康？因为咱人的思想。咱人的思想甲念路的，就是啥货呢？就是行为的起点。如果你的思想念路那是光明啦，那么当然你的行为就光明，这都一定的。你的思想念路那是毫无带着贪嗔痴，当然你的行为一定自私。好、哦，啊，就会造业安尼，到尾结果就黑暗啊，未来的前途就拢黑暗。所以呢，所想的拢总袂使愧有心，就是袂使去对不起家己嘛，袂使对不起众生安尼。吼、哦，注意，我再一句话你注意听，绝对唔通将家己甲别人甲拖入黑暗去安尼。你唔通家己拖入家己对了，嘛唔通有无耻的思想。错误念头来造成众生，有哪让你影响对了黑暗的世界？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正心思，要正确。所以这个就是智慧，心思正确就是达到解脱涅槃的真理实际。这个就是思维，心思正确安尼。所以这两条呢，完全叫做智慧。安尼来呢，你绝对真紧就开悟自性。建成幸福，因为无智慧，无可能解脱。无智慧绝对袂当解脱，这个记得哈。那么第三呢，以前内底甲咱写是写正义，注意记得好。在日常生活上，咱一定会含在世间的人，大家招呼啊，大家交往，但是呢，一定要有正义。那无正义呢，就是变邪义、妄义，安尼就对了。所以这个正义用消极方面、甲积极方面，安尼来甲说明。消极的方面，你唔通讲白贼，叫做不妄义，你唔通欺骗人，记得哦。
你唔通讲讲诶话吞落，讲答应了准无去，即、這个叫做食言不食言，袂使迄落，嘛唔通随便讲承诺。人拜托你会当袂当讲个正确，唔通讲讲会，到尾讲耽误，即两种作业无。佮再来不黄腔，卖讲讲迄落五四三个话，因为即个是对人格的鞭打真严重。迄、那个叫做忌忌，绝对唔通忌忌。即卖来唔通骂人，注意，你身躯边的人，若是甲你安怎样，你绝对唔通骂。骂你恶口，你自作恶业。一个恶口是一个地狱，爱注意。佮再来，唔通大细声。无合你的意思，就遮大声，有哪唔通？因为安尼引起别人恼怒。哈、哦，即马来卖造谣生非，因为人都对，啊，你条刚刚制造讲迄唔对，啊，佮边啊讲诽谤，迄、那个诽谤就啥呢？就是人对，啊，你讲讲个唔对起，安尼，即个叫做诽谤。但是如果都唔对，就是唔对啊。那么因为伊的无知，唔知影害着人啊，你要佮调理袂使，即个就无算诽谤啊，对咧。搁再来哦，唔通讲迄个尖酸刻薄、去伤人的话。所以恁敢知有人去讲话吼，角角拢会伤人，话专刺。吼、哦，今仔日学佛的人绝对唔通讲迄个话，绝对唔通讲放刁安尼，讲到迄个凶狠、恶毒、甲粗鲁的话，这注意记好哦，唔通挑拨离间安尼。挑拨离间就讲人都好好，啊！你得人讲东讲西，害人无好，吼、哦！唔通诽谤，唔通讲无益嘅空谈。注意，你若有想要修行啊，吼！我甲咱讲，即马社会种歹风气，朋友伫遐招咧，大家来泡茶，就当嘛讲讲迄无路用话，讲一暗，对唔对？恁较早敢捌安尼？如果较早捌安尼，就过去啊，改改，还无路用。浪费生命，沉落泡一个茶，泡落了四点钟、五点钟，困伫遐毋知去创啥。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就讲，卖过做讲着迄个无路用的话，这点请注意记好。来，唔通争论。如果道理上大家若袂当合，捌就捌，唔捌，我那唔免争论。争论无路用，吼、哦。佮再来，卖花言巧语。花言巧语对你家己也伤害，因为花言巧语就是种个口业啊。即马来上尾这条要注意哦，即差不多有时阵拢总会卖窃窃私语，讲别人的隐私，或者是当别人的贵选。因为咱这人有一个隐私观，如果你讲讲了伤过离谱，人有哪会甲咱告哦？吼、哦，即爱知影。譬如讲，这个人伊有啥物唔对？你是伊的朋友，你若对边仔人讲出来，人对你嘛不满，安尼大家兄弟朋友的伤感情。如果因翁仔某去冤家，啊，你徛在第三者立场，你莫甲第三者讲安尼，安尼来到底吼，互因翁仔某歹做人安尼，这个注意。我搁再甲恁说明，如果恁厝内有甚物款的纠纷，莫讲互姊妹仔听，听好无？人会看咱无去，恁敢要相信？绝对的啊！阮翁安怎？啊，阮翁安怎？迄个讲讲的，还了讲阮某安怎？诸位讲的要创啥？颠倒互看无去，是毋是？无路用。把这人吼，真正恁翁安怎？即摆若大家同侪啊姊妹啊，还是同门的要做伙吼，人看你都无共啊。所以，原因就是因为家己的太太未做人来讲给人听起来。注意，你若含在修行的人做伙，绝对唔通讲家庭的代志，或者修行的人听，嘛无路用。然后一点啊，互你厝内的人，白日来买来这个所在参加佛学，参加到这个学佛修行，嘛，互伊较袂歹势安尼。听好无？无伊若出来了吼，人若想啊，迄、那个因翁。因某拢斗甲一大堆，看你会好啊歹。
所以太太还是讲家己的先生的问题，绝对唔通甲这同参的导游讲，听好无？这学佛的人讲唔好，即个家己爱温书，佮较歹你嘛爱讲，卖伤过超过的娱乐，总是嘛加减啊娱乐哈，安怎样哈？加减啊娱乐，大家出来拢靠民主安尼。哈，阿麦俄罗过头，俄罗过头就变虚言啦、虚伪啊，吼、哦，这个注意一下哈。所以呢，麦讲到别人的温书，如果这个人的问题已经害到第三者，那么你无讲就袂使啊。啊，若无害人，因翁仔某的代志呢，你在第三者绝对唔通讲出来，讲出来别个大家变面，吼、哦。所以真有甲咱讲，麦讲那温书，甲麦讲别人的过失安尼。但是伊有真正过失害着别人啊，那么你无讲就袂使是啦。迄、那个立场阁无同吼，所以这个是从消极的方面讲话爱正确安尼。消极的方面哦，我讲安尼大家唔知记偌济，我那唔知影吼，记可能记无介济啦吼。来积极方面呢，用积极的方面，因为今仔日咱大家拢去学佛，咱是佛弟子。哦、所以咱爱讲到迄个有价值的话安尼，讲有价值的话哦，搁在话真真实、真实际，啊，搁真下着这个精力，唔通讲迄个搁无下精力的，无下精力的吼、哦，人会甲咱笑讲，你去修行修到煞准迷信，啊，讲讲迄无啥道理的安尼，会予人甲咱讲安尼，因为佛法无迷信，佛法是要提升人格。所以佛陀未信，未信哈。搁再一点呢，讲话爱适当，唔通讲这个人都无迄个程度，你甲讲甲真悬，安尼也无路用。啊，这个人的程度都真低，啊，你甲讲的法语真悬也无路用，吼、哦。这两种无妥当。搁再来呢，唔通互人甲你猜疑，讲迄个话互人猜疑的，因为法语讲了若无正确，人就会猜疑。搁再来讲，讲的话，卖予人心乱安尼，唔通讲的话，予人心开始乱。搁再呢，就是讲讲话一定爱忠善之恶。人若计讲一寡较恶言恶语的话，你卖共掺在讲，因为你是佛弟子啊。因为伊只恶言恶语，你希望爱甲制止，唔通搁掺在讲安尼，安尼无路用。看你会当讲，譬如讲五个人只讲啊，讲一寡无路用话啊。你看会当将边甲引导对先来，安尼较对啊，吼、哦！爱注意哦，尤其是在座注意记咧哈，咱鼓励哈，将来你一定凡事有哪有机会在当时说出来无得看。但是呢，讲你若是将来有机会去讲道受学，讲道受学知影吼，就是去教育众生啊啦。你讲的内容一定爱真实安尼。甚至讲出来内容，一定要用于实践。讲出来才发起，和众生会向修，绝对唔通以讹传讹啦。以讹传讹就讲，这个话都白扯，无解正确，啊你关咧就搁甲讲过安尼。这有一句话叫做道听途说，伫路人听到，啊就随搬互人听。安尼我咧讲，安尼会到尾会真歹势。因为一般拢有这种的毛病较侪，所以以后注意吼，那是有正确较讲安尼，吼。平常时呢，我那会使去小夸对众生娱乐一下，但是唔通过分，过分会变高势勇敢的这个问题生出来。娱乐小夸得，但是绝对唔是迄个个甜蜜，甜蜜讲唔是波塔，记得哈。波塔甲俄勒赞美，这两小块有一个爱注意哦，吼、哦。佮再来，讲话的言辞甲态度，爱诚恳，爱亲切安尼。吼、哦，若是无诚恳的话，人会甲咱怀疑。佮再代志真好，人我乃怀疑，这个人讲这话个性有问题安尼。吼、哦，爱诚恳安尼。这个就是两种，就是从消极甲积极方面，这个话一定要正确。第四叫做正业，什么叫做正业？这个业不是事业哦哈，不是事业，就是咱的行为做作安尼。
所以这个正业就是正当的行为，这点才最注意。做事爱下着中道，那么下着中道要爱安怎样呢？一定爱有慈悲喜舍安尼。那有慈悲喜舍，你去做诶代志，就未做着恶业啊。啥物叫做慈悲喜舍？这是慈字，慈字就是讲帮助众生，吼、哦。让众生真真正正会当得到生活上的快乐安尼，这叫做慈啦。第二，什么叫做悲呢？就是讲众生若是有困难，就会当甲拔苦啦，可以会当去掉三毒五苦。吼、哦，这个在佛弟子必定爱嘛。那么第三，什么叫做喜？喜就是啥呢？阿罗众生以名利，会想讲要修行安尼。这个欢喜就对，欢喜众生有想要修行学佛，什么叫做舍呢？舍就讲，和众生你本身来牺牲家己，和众生实在会当得到帮助安尼，这个叫做舍。所以这个就是叫做正业。即马来要注意，咱既然是在家居士，佛陀有甲咱制定五戒，第一不杀生，因为杀生就是变恶业。第二不堕胎，第三不邪淫，第四不妄语，啊不饮酒，啊唔通去食毒。即马毒品真济哦，最好注意有那卖食薰、卖食酒、卖补槟榔，这对身躯拢无路用。那是有的人最好改改，一个佛弟子手那挂手珠，槟榔补甲规嘴红光光，嘛无好看。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卖补槟榔，因为这拢总是无好习惯安尼。吼、哦，这个爱注意一下吼、哦。但是呢，搁再一点哦，卖贪求无厌，唔当讲什么代志都特地去计较，这也卖，那也卖，安尼你就无心通去学佛啦。吼、哦，即马来唔当骑车，唔当骑车，怎么讲呢？是讲爱着这个世间的这虚华品安尼。这福建人注意，唔通讲定定要走百货公司，一年当就要趁人流行，吼、哦，安尼就无少吼，会清晰就好，有流行无流行拢不要紧，吼、哦，因为咱人水加歹，唔是看衫裤，安怎样？唔是讲看讲你就爱挂泉州手指来泰国，互人剁镜头啊，吼、哦。唔是安尼哈，啊唔是讲增加就一定爱抹增加油啦，啊点个红光光修行的人啦，安尼就改成较无水准啦，知影吼？所以来滴讲，卖骑车，因为这是正业啊，就是正确的行为嘛吼，爱注意哦，吼、哦。啊，搁再讲呢，因为这个业有一个口业，绝对唔通恼怒讲话要伤人，吼、哦，啊卖伤害生灵。就是一切的动物一定要爱护。如果有一挂义理的代志需要咱做，咱倒做一下，吼、哦。啊，搁再讲，因为这个正业就是讲，咱爱搁广大宣布真理，啊，量力施舍，时时呢，拢一定要有感恩的心安尼，吼、哦。搁再一点，爱有责任心，爱有应有心。什么叫做责任心？今仔日注意啊，袂出家。你有一个家庭，你在做父母的人，对家庭一定要有责任心，唔通安尼家己浪费到一个家庭，一家无亲像家安尼就无对啊。啊，家己查甫人话要开就要开，啊，互太太这个家庭歹看，啊，一世给厝边隔壁给借钱，安尼嘛真歹看。吼、哦，这点请大家注意一下哦，吼、哦，所以要有责任心，要有应有心。就是你想讲，我绝对今生无要互讲歹话，我要家己做有人格的代志出来，安尼，这个叫做应有心啊呢。但是呢，搁再爱有合群的心理，所以今仔日咱含厝边隔壁一定爱大家和和圆满，含亲族爱和和圆满。在这个佛法的活动团体中，大家爱圆满安尼，这个叫做合群的心理。唔通讲今仔日。含这个也无好，含迄个也无好，含迄个也无好。注意，安尼要安怎度人？想看嘛？啊，要安怎做？什么？做人的标准？
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国家社会人事动态呢，你服务对一个单位，服务对一个机关，要人人好，因为安尼才能表现佛弟子的这种实际的精神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啥敬业安尼。这我刚捌讲过，直接刚捌讲过，这道理唔慢吼，我行过中风吼，唔慢咯吼。即卖来什么叫做敬命安尼？即卖要注意什么叫做敬命哈？这两项，阮出家人爱了解，袂使为着利用，即、这个就是阮出家人的本分。那么注意在家，因为有一个职业，因为注意拢有家庭，有家己的家庭支出。啊，既然有支出，一定爱有收入安尼。所以即个收入就是啥呢？正命，就是正确的职业安尼。因为即个命就是永活生命的意思。啊，永活生命毋是咱家己一个尔，有是男将、有某、有囝，女将有担当家庭。所以若袂向拍算、袂向计划、无收入，即个家庭就真正家就无亲像家啊。吼、哦，即应该注意了解。但是呢，咱一定爱有一个无形的职业，吼、哦。但是职业本分，就是咱因为需要生活，生活需要工作的职业，所以职业定义是咱的责任甲职务安尼。吼、哦，咱的责任甲义务哦。所以人的职业责任，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代志哈，非常重要。军人，譬如讲咱内底有做兵的人。一定因为职责是报国为民啦，吼、哦！但是官员的职责呢是为民甲护民，做官的人是安尼。但是民间无论咱注意从事什么款的行业、什么款的工作，拢有直接、甲间接影响到咱这个国家甲社会安尼，吼、哦！是不是？那不是直接影响，就是间接影响。所以这个证明就是选择一个正确的职业，不通做损害道德、损害国家人民的这个职业工作。注意，那是损害着国家人民社会的工作，那么这个做起来就恶业了。哈、哦，这个是安怎讲呢？比如讲，官员做官的人，还是伫政府的机关。给做工作的人绝对袂使舞弊营私，啊，卖滥用权力，卖做着祸国殃民的这个代志。但是今仔日咱大家拢百姓，绝对卖做害着危害着道德社会。譬如讲，注意唔通卖毒，唔通开交警，唔通开着这个牵连到这个女人的这个个收入的代志，啊，唔通贩卖人口啦，卖武器啦，这拢总袂使者。因为这个危害着社会，危害着国家，所以你若有去讲算命，你有哪唔通？占卜有哪袂使？因为占卜拢种妄语，将来是对着轨道，吼、哦，这个爱注意哦。做机动有哪袂使？做机动先假，吼、哦。可再来呢？你唔通放高利，记得朋友甲你借，差不多若要讲有通借人。有那小可折服一下，加银行一出来就好，卖唔通讲两分半、三分以上，吼、哦，安怎样吼？那安尼累到咧，你的收入吼，贪是贫字卡，连咪得个红乖了了。你要爱人的利息，人要爱你的无金，你敢知啊？这个个借钱就是安尼，听吼、哦。你要爱人的利息，吼、哦，得两分半、三分。但是人就是计孝顺你的内底计少人海钱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唔通放高利啦，记得哦，这拢无正确的职业哦，唔通卖鱼，唔通卖肉，注意，卖鱼甲卖肉拢强业，拢总是杀业，将来得病苦个短命。佮再来呢，你唔通太低，太低太低，迄拢唔好，这拢无正当的职业，吼、哦，记得哦。你唔通饲鱼、饲鸡、饲鸭，迄种卖；饲虾啊，有哪卖安尼？这个职业拢总无好，因为这个是牵连到工业，吼、哦。那么要安怎样选择？就是对家己的信心
啊，甲社会有益的，安尼较叫做正面安尼。好、哦，这点要注意。但是咱在路上，我将要甲咱讲一个，负责人对这个家庭管理一定要认真工作，唔通一个厝内放假，安尼阿里阿扎，绝对袂使。三顿饭款好，时间正常，啊，厝内设施整理了，扫扫好清气安尼，内底较袂生生迄蚊虫安尼哈，安尼较是妇女的证明安尼。是咧，那是囡仔还阁细汉，你多加合佛，你尽量来叫伊拜佛，含你早暗拜一个佛。佮再讲咧，转来一定爱甲补习，看伊个功课，唔通囡仔个功课好甲歹，你拢无必甲插，安尼袂使真。因为囡仔细汉一定要甲引导好势。那是到即个个国中一二年个囡仔，你爱真注意哦，即囡仔个变歹真紧，你若无小心吼。安尼就袂使是啦，安尼，吼，这点请大家小心一点，唔通讲安尼凊彩做啊好啊好啊歹啊好，安尼袂使是。那么第六叫做正勤，搁再叫做正精神安尼。那么这个来用修行来讲，这个正精神甲正勤呢，这个就讲勤快努力，真勤紧努力，但是呢，方向爱正确。按照方针健康呢，他们都所讲的，这个叫正明，这个是世间的事业。但是这个正精神是一定要牵连到出世的工作啊。哦，譬如讲，今仔日佛陀伊一生，伊创啥？佛陀一生的事业，一生的命，伊拢是牵连到这个教育，哈、哦，拢总是伫教育来。这个爱注意，因为伊王子的位都放掉去了嘛，放掉来度众生。所以今天你的人生哪会当行入将来啊？这个个修行学佛这部分，吼、哦，这个你得爱正精神。譬如讲，你爱有一个正确的方针，正确的方针了，你爱有一个真十足的努力安尼，较会当圆满。所以佛陀一生中伫教育方面，伊是为着众生。要让他明白真理和道德，所以佛陀是由这方面来努力安尼。那么今仔日呢，在出家人的正精神，有哪爱雕像一个？有一本经典叫做《大乘理处六波罗蜜经》，又讲安尼。注意，我今要甲咱讲，咱同齐有四点的努力，在自修的方面，咱即马慢则讲为众生教育的努力。譬如讲，这四点呢，大乘理处讲的这个，就是讲阻止邪恶不善的念头。第二，就是已经生出来这个歹念，一定要断除。吼，因为这个是属于正个人的精进。第三，还未生出来这个善念吼，要帮助让伊成长。第四，已经生的善念，要施行安尼。那么这个问题是怎么讲呢？譬如讲第一条，咱来阻止到这个邪恶、甲无善的念头呢？因为咱人的本性虽然是纯善，事实讲，佮离开善恶，不过呢，咱从无始劫以来已经受到蒙蔽，啊，受到这个物质甲环境的影响，起心动念拢容易虚伪、甲自私啊。到目前的人类是拢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咱今仔日一定爱有一个啥货，有一个警觉性。警觉安怎呢？警觉讲，咱的不善的念若起，你看要安怎个压制落？因为咱今仔日六根对六尘吼，拢不时感触中会起歹念。那么，这个歹念若去起，你家己一定爱有一个警觉性。真济人问我安尼，讲师傅，迄、那个念要安怎压制安尼？迄、那个念边拢压制好落，迄、那个歹念拢会起边压制落。注意，即个在平常时你若有注意，你随甲停止；若是无，你拜佛忏悔，安尼较紧压制。即、這个就是第一条。吼、哦，就是讲啊，阻止邪恶无不善的念头。第二，已经生出来的即个歹念，因为咱天天有时拢会无代无志，生一挂真无正常的。
放火啦、杀人啦、吼、哦、要骂人啦、去受气人啦，这拢会生安尼。所以这一念若是如果已经生出来呢，你若无较紧压制吼，那么会直直付诸行动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到行动了后，那么代志就大。所以生出来这歹念较紧压制，若无到尾会后悔不及安尼。记得，因为这个叫做意行啊嘛，心口、心甲口叫做心行、口行，但是心个起心动念，迄、那个叫做意行，因为迄个就是开始去作业啊，所以那是无好，较紧压制落。那么第三就讲阿未生出来的善念，譬如讲注意囡仔去定定去听经，那么听，可是呢注意，你敢有讲起步较紧来加以修持？有时阵阿未生起来啊，所以迄个阿未生的善念吼，较紧甲帮助伊成长安尼。因为有善念，较有道德，较有道德的实际。如果无善念，就无道德的行为。所以这个道德的思维，你若有迄个道德的想念思维，那么较有这个价值的人生安尼。如果你今日就无半点道德的思维，对你将来也无好。注意记得哦，咱人要往生的进程吼，人生的过去那是无好的，绝对唔通阁想起来。要往生的进程，不过咱人拢有过去，过去还未捌佛法的进程，拢会做一挂真唔对的代志。但是已经捌佛法了，你看佛陀甲咱教啥货，照佛法来去修。你如果若无照佛法来去修，一生中吼，甲你要死亡的进程，阁业障现前啊！你会想出迄个歹念出来，想歹念会想啥呢？不是讲要去作业的歹念，会想过去你的人生安怎黑暗啊？安怎过去你也讲啥物人安怎啦？讲啥物人安怎？拢想想遐，因为人之将死，既然也先，有先会讲一寡先呢，啊有先会想遐过去唔对的，但是注意记咧哈，遐过去唔对，唔通去想起来，遐想起来对你无好，因为想想的。会对了，吼、哦！所以咱一定爱留一挂啥呢？留一挂这个道德的行为出来，以后通去想。吼、哦！你即马要死亡的进程，你也想啊？好佳哉！我这世人有皈依三宝，啊！我这世人有安怎？有安怎？迄、那个好的念拢定定甲想起来，安尼较袂对了哦，吼、哦！这会记得。所以今仔日呢，一定爱有一个道德行为，才是一个崇高理想的人生。这点就讲，你还袂生出来的善念。一定要帮助好生好些。那么第四呢，一定要保持着这个善念，莫去憋气。譬如讲，你有时阵吼听到经了后，你就想讲啊，安尼我无来安怎修未使些啦。但是现在去想呢，不过明仔载拢无去啊，吼会安尼。可是有一天你又去想到啊，啊，我当时听我都起什么善念？注意哦，你一定要搁再让这个善念和成长起来，吼。若无的话，咱人的心多变。咱人的心是安怎多变呢？第一，咱的装饰精致的起现行。我讲过，你应该了解，因为咱人的特别色的精致吼，有迄个真歹的精致，所以呢，会起歹念。有时阵善念会起，因为咱有那善精致嘛。那么第二，因为老爸老母的遗传影响，譬如讲，咱今仔日老爸老母传伊的迄个个歹习惯，有哪会传予咱？注意，我咧捌甲咱讲过吼，查甫人结团落，迄个大汉后生，拢较接近老爸的个性，迄差不多有八成安尼。大汉查某囝拢比较较接近老母安尼，这是真正确个八成的哦。这遗传学内底是讲得真清楚，所以今仔日呢，有时阵因为咱受到遗传的影响，老爸老母的习性传予咱，咱嘛会起现行啊。吼、哦，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哦。第三，就是咱受到这个社会、甲国家的教育有哪影响？社会的教育若无好，啊，搁在环境的教育若无好，受到环境的引诱，咱有哪有迄个不良的因素？所以唔卡计有一句话讲：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吼、哦，这应该是捌听到嘛？在这个生活团体，咱像一个泥缸，一个脸部的泥缸，你浸一个久就变色啊。所以呢，若是感觉讲这个所在无好，咱较紧脱离。这个所在若是好，
你较紧，大家成就和圆满安尼，大家多吼、哦、做伙好较久诶。所以这个问题吼、哦，一定爱注意哦。有一挂是心，即卖连咪变安尼，连咪变安尼未稳定，环境变咧，啊，即爸母影响变咧，吼、哦，啊个业经济变咧，啊个即个恶鬼甲你背熟一下。咱人若是起歹念，恶鬼较会活来；起善念，善神就活来。即个道真大差别伫咧，哈、啊！所以唔通起歹念，啊，若是有善念保持好势，吼、哦。那么咱今仔日呢，咱在座诸位拢有闻即个佛的道、佛的法，啊，受到即个正理嘅教养呢，吼、哦。安尼咱一定有拢有了解嘛。咱今仔日有一个真正确、清净嘅本性，安尼。真清净的本性哦，所以咱最好会当将伊这个如来体性，甲发扬光大。吼、哦，这个就是牵连到这个，咱去讲的这个啥呢？这个正勤努力，落地这四条代志，该去的甲下掉，啊，该人保留的甲保留好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属于这个正精神这方面。但是因为伊这个正精神是附带。附带啥呢？附带戒定慧嘛，所以既然有附带着戒定慧，吼、哦，伫即个所在甲起来呢，因为即个正义、甲正业、正明，即个是属于戒，所以今仔日呢，若有修戒的人讲话正确，不过呢，因为过去有一个歹习惯啊，比如讲有一挂人拢会骂人，啊，甲一个嘴吼、哦、会口业已经成习惯啊。那么性习惯有时阵要改真歹改，可是佫无改袂使真，吼、哦，这点要注意，因为这个是属于改的精进。那么来正业的精进，因为咱人过去阿袂学过的进程，对啊做，唔对啊做，做甲成一种习惯。既然成一种习惯，唔过你即满已经知影讲学过爱改，可是无遐好改。安怎样吼？这是实在代志，是无好改，因为咱人的这习惯较刁咧吼。这个行为甲意业两项无改阁袂使，所以有改的人行为爱健康，啊，这个讲话爱健康嘛，这个就是改。来，如果你今仔日的事业，都牵连到杀生的强业，你唔通阁一味要阁做落去啊。